说同样的梦境里是一个特殊空间，把这身份连在一起，能组成守护天使计划。所有的人都是受控制的，唯一一个不受控制的被他们绑着放在那儿。有问题，救命啊！有可能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间密室。小安被关起来了，他在一个什么箱子里吗？喂，救他！这有水，怎么救你？怎么救你？他做噩梦了，就是。看，鸟花拥有这些器官啊！控制有问题的学生，不要抓我！小安，我是来帮助你的，你不要吓我，我胆小。这么多眼睛都在看，这几个眼珠都说明什么呢？能走过去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他醒过来了。